要的话都是在教魔术，主要之前都是专门在教小朋友的。那我们的话都是用教学带来教，教学带里面都有教我们的一些小魔术，那主要就是看我们的教学带。对，那我们只要看我们的教学带就可以了。我叫小花，小花魔术师。那我们主要都是在台中，在台中做表演，在做教学。那难得来高雄这边打广告，就是主要就是看我们的教学带就可以学，这样子。对。变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硬币把它拿起来，把那硬币放手上，硬币可以不见。两只手都没东西，硬币变不见，还可以跑出来。十块钱把它拿起来，拿手不见，这里就出现。硬币甚至还可以飞起来，普通的零钱都可以变，普通的零钱可以变，扑克牌也都可以变。这个红心七摸一下，一秒钟可以变另外一张。把这扑克牌拿起来，打开第一张，第一张打开红心二，哎，你就能变另外一张。甚至说这个扑克牌把它打开第一张，这一张黑桃五把它插到中间，弹一下黑桃五就跑上来。甚至说做个记号，扑克牌把它打开，这一张十二对着凹弯，凹弯的十二它会翘起来，把它压在中间，第一张牌是平的，一二三，跑上。普通的扑克牌都可以拿来变。